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，为你播报十二月五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要恭喜的好运星座有三名，双鱼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开会顺利哦，业务推广呢获得好评。牡羊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贵人帮助哦，左右逢源哦，职场当中一马当先。天蝎座的朋友是工作非常的愉快，人财两得，喜上眉梢。两名星座在今天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射手座的朋友，工作当中出师不利，小心被人排挤；还有狮子座的朋友要小心爱上已婚者哦，对方可能是一个孽缘。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以及幸运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白色，数字四；土象星座请你用绿色，数字二；风象星座请你用咖啡色，数字七；水象星座请你用迷彩的颜色，数字九。